在脚上控制球，能让他把球吊到禁区里边，他也没把球顶上，除了那些外围再得球。这样华晓东一脚打门，球中了。为中国足球队攻入的这个球，拍手叫好。说了吗 out 过人，六号黄向东一脚把球敲到前边，到左边脚旗的附近，杨一敏直接把球吊到这边，这边打门，球进了。中国队的六号黄向东把球转移到了左边以后，迅速的插到禁区的里边，我现在附近把球从左路拉到右边，黄向东插到禁区里边一脚打门，球弹在门柱上，以在八号左路再控制球，把球往前传，这个六号黄向东，黄向东过人，黄向东已经到了禁区的脚上，到禁区的里边再横传，这个十八号刘振华没有把球再传进，打门偏了。十五号顾广明一脚打门，这个球射偏了。再往前带，把球传起来到禁区里边，守门员把球抱住了，葛申再往前面传下，一个队员插下来，正好黄向东一脚打门，球中了。这个球是黄向东刚才跑过来的时候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，黄向东把球带到前场，现在黄向东沿着右路再往前推进，球到了前场禁区的边上。Kayla Rang Kailin النقل ناصر حجازي وبيطلعها لكن في فاول هند وانج ينقلها ناحية الشمال هند 现在把球再传起来，现在第个二十号陈希荣，陈希荣再往前传到了中路，在中内的得球，中位十五号郭广明射门，再交给中路六号黄向东，再把球拨到边上，竟是十三号沈江博往里面趟，对方紧逼的情况下起脚打门，球滚进了球门。给中国足球队发定位球，在中国足球队把球递给六号黄向东，黄向东把球，现在中国队的六号黄向东把球得到了，黄向东把球再往前面传，传到了前面以后，中国足球队快速的带球，拨到守门员，打门，好球！控制球。能让他把球吊到禁区里边，他也没把球顶上，除了那些外围再得球，这样黄晓东一脚打门，球中了。把球转移到中路，八号左轮车上来一跳，故意让这个球放过去，现在十三号沈阳福再控制球，把球再往回传，打门进了。黄向东中国足球队首开纪录1-0。New Zealand is on the 6-yard line. Sustained pressure from China. And China have scored. It is Chang Dong from the set play under pressure. New Zealand conceding the free kick and a tap to Chang Dong.